那么观众也是抱以热烈掌声。我们看到这个第五局呢，又是9平10平11平，那么看看谁能够先胜出两分。王立新发球。裁判看来是判的是王立新发球还是平，那么应该是，如果是判王立新失分的话，那么是王浩发球。王立新呢认为就是说应该是判他失分，是11比12，王浩领先一分，王浩呢来发球，那么王立新很主动跑上去以后呢，把这个积分牌翻了，把对方上了一分。那么这么关键的时刻，11平的时候，那么现在王浩，我们看比分打出来，王浩是得到了这个局点，打中，13比11。在关键的时刻，我们看到。